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陈宏达。篮球是很多人都喜爱的一项运动，不过想要打好篮球可不容易，因为其中蕴藏着很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。今天我就带您去了解一款能够教人打篮球的篮球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奇妙？走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。投篮角度过高。这是一款能够自动识别并采集运动数据的智能篮球，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即可开始训练。使用者可根据自身训练目的自主选择运球、投篮或出手训练。在运球训练中，智能篮球会记录运球次数、运球稳定性，并通过语音提醒纠正使用者运球的问题，加快运球速度。在投篮和出手训练中，智能篮球会将篮球的运动轨迹数据化，精准记录用户在投篮时的角度、接球出手的时间等数据，帮助使用者了解训练情况。大家看，在手机 APP 中，智能篮球不仅记录了我们的运球数、投篮数，甚至连进球数它都知道。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九轴运动传感芯片是智能篮球的心脏，也是智能篮球能够精准识别运动数据的关键。它能以每秒1000次的速度进行数据探测，精准采集篮球的速度、弧度、旋转、力度等运动状态，并通过内置芯片计算和大数据比对，区分运球、投篮、进球等信息，最终将数据发送到手机端，让使用者得到全面且详细的训练数据。想要打好篮球，光有精准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。这款智能篮球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随身教练，能够为我们提供专业的辅助指导。用户只需输入自己的身高信息，随身教练便会通过其独特的核心算法制定出科学的训练菜单，帮助我们快速提高篮球水平。相信有了这款智能篮球之后，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篮球爱好者，甚至是篮球小白，都可以在篮球这项运动中挖掘到更大的快乐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机房巡检机器人。机房设备精密复杂，难免有故障发生，而人工巡检不仅费时费力，也容易造成检查不到位、遗漏故障问题。如今有了这台机房巡检机器人，我们就能对机房设备的运行情况了如指掌。机房巡检机器人能够保障机房设备的稳定运行，通过巡查及检视各类生产设备的状态，可以防范设备隐患，及时上报设备故障，确保各类机械的稳定运行。机房巡检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巡检工作滴水不漏的呢？原因就在于它自带的高精度建图功能，能够对机房环境进行快速的扫描建图。在进行巡检工作之前，机房巡检机器人首先对机房进行360度全方位扫描，将每一台设备的位置记录在自己的大脑中，并生成一条合理的巡检路线，保障在巡检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遗漏。
现在我来和巡检机器人玩个游戏，看看它能不能顺利通过我设置的障碍。我们可以看到机房巡检机器人可以灵敏地避开路径上的障碍，那么它是如何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呢？机房巡检机器人能够根据设定好的程序，将机房的一切正常标识记录在大脑当中，通过头顶的慧眼扫描机房中各项设备指示灯、开关是否正常运行。一旦发现指示灯不亮或颜色错误、开关未开的情况，机器人会立即上传系统，通知管理人员前来处理。现在我们将难度升级，让五个指示灯显示异常，看看它能不能把所有的异常检机器人刚才的精彩表现，不得不给它竖个大拇指。除此之外，这款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，做到早发现、早上报，将意外情况及时扼杀在摇篮当中。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，这款机器人它也能走到室外，在果园、在厂区，为人们的安全保驾护航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智能无人巡逻车。别怕别怕，这不是装甲车，这是我们园区新来的保安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高飞。外形威武，机动灵活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——违界安防无人巡逻车。它不仅能帮助人们完成安保任务，还能实现很多人们做不到的工作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矿山、工厂不仅环境复杂，且面积较大，安保人员难以面面俱到，稍有疏忽就会发生安全事故。而违界安防无人巡逻车能够按照规定路线进行安防和巡逻，它不仅可以实时传输现场画面，还能够24小时不间断工作。工具，如果在大型矿山使用，可搭载专用无人机进行环境勘探、道路侦查、组织救援等工作。钢铁外壳搭配越野车轮，让它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地形，实现爬坡、越障、急停、急转，在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，提高人们的作业效率。违界安防无人巡逻车不仅能出色地完成安防工作，还能代替人们执行危险的侦查工作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它将会拥有更多功能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它将会升级成为更具智慧的钢铁卫士。